七八二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三二加三加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加四五加六七加八有没有听不到有问题的？一加二加三加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三二加三加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加四五加六七加八。像我刚才教大家收右脚，就是因为右脚要出去蹬，右点收，左点收，大大小小。一开一个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做一次，每个右点收，左点收，大大小小。这一个刚刚应该比较没问题，因为很多我们都有学过，就像回家那个点收点收，还那个不动双手那个第二个方法也是大大小小一样的。第一个方法应该比较没问题，大家做一次，对，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数开始一次好不好？对，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第二个方法。进进进跳，同时这个手开哦，同时这个向右手向上，然后退退退点，大家也是一样，一开一个动作，预备开始，进进进跳，退退退点，大家跟着一起数开始好不好？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你们动作一次，预备开始。对，开始，四二。
六七放，一个八拍完以后，大家手都这样子交叠在一起，然后就有点弯腰这样子，很翘直在自己小跑步，然后很快，然后气气要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的时候就十一的时候手这样，十二就下桌了，大家练习一下，在自己小跑步哦，预备，开始。加六，七加八。